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修修，欢迎来收看这场鸭王对小孩的一个单挑的对决哈。这场比赛是来自鸭王的一个首擂赛哈，小孩应该说打得很牛逼哈，打了一个12连哈，然后他的每一个人哈，单兵作战能力都非常的强哈。我们来看一看他这一波哈，挑选了一个这个他罗伯特的一个视频啊，打得很强悍。这一次落地呢，直接是一个下气啊，吉利刚一波。一个反右腿哈，这个是一个轻脚，是一个安全招。这次落地的话呢，它是这个距离啊卡得挺好的啊，下方有一个空当，直接一个反右腿拿下去。先卡一下节奏，好，这次是轮到鸭王来了啊，来掏一波下盘啊，直接要到板边，哇，有点凶啊，现在残血，好，小孩主导了一下位置哈，从这个板边出来了反击啊，原地跳切。继续啊，试探一下打康追击，节奏很快，哇，漂亮啊！反摇腿最后再来一个打击头啊，升了一下龙，残血反摇，刚好这个亚王啊有一点懵了，都不知道怎么样去防守啊。来看看打这个拜人啊，这个跳膝抢招，下盘又空了，啊，反摇腿过来，哇，这个有点长驱直入的感觉哈。节奏非常的快，而且看看啊 ，CD 再干一波，打得动不了啊，哇，太牛了哈，直接打了一把穿上哈，我们再看一局啊，我们继续来看啊，这一局挑选一局比较精彩的罗伯特的一个视频啊，很多人都看了小孩之后说他这个有点牛逼啊，每个人都有这个穿上的能力哈，我们继续来看他这一波是怎么表现的，现在是压在角落啊，突然一个 AB 出来，又是一个打击头啊，升龙。下臂在转，哇，这次下臂有一个变招哈，直接过来打击头升龙，然后后一个反摇腿，太强悍了啊！反摇腿的话，他这个出招有一点慢啊，而且还可以打一个乱动，啊，能量闪过来直接打击头哈，这个猪的身位太大了 ，AB 之后还被打哈，升龙 ，AB 过来再打击头，哇，感觉鸭王越打越配合这个小孩啊，跳。啊，下低发一个搏，继续压，哇呀，这一下刚好啊！必杀之后风险 AB 不了啊，位卡的死死的哈、啊，跑不掉的，不能 AB 哈、啊，你 AB 的话他已经猜到了啊，而且是空血，怎么都得死。好，这次呢是有一个空投的机会，哇，好招，跳低 V 字斩，然后起身直接刚啊，发一个搏。亚王试图想进攻，继续下低，继续下低，升龙很快啊，又要压板边吗？喂，漂亮，可惜啊，刚才有气的话可以接 V 自斩了。小孩看看这波残血，哎，这把应该是没有能够穿呢、啊。下期撩一把。哇哇哇，克里斯不愧是最强主力哈，表克也很强，薅头发，哇，跳起来直接反杀，这一次有一点秀哈，好，猜一波头，哇，这一下很优秀啊，但是呢还是顶不住小孩这个克里斯哈，最终还是输了。好的哈，喜欢的点点关注，关注秀秀不易走丢。